讲解一下。第一个，强烈的动机。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还包括学习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动机，可能我们在执行这一个目标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可能遇到的挫折、遇到的瓶颈，我们怎么样，很容易就会退缩或放弃。既然讲到了挫折，我来问一下在座的，你会溜冰的请举手。溜冰不太多，情况下我有办法让多一点举手。会骑自行车的请举手，多了一点啊，情况下我有办法让大家都举手。你会走路、会吃饭喝水的请举手。好，跟我一样都是正常的人类，请放下。好了，那么我来问一下，刚才你举手回答我说你会溜冰的同学，请问一下，你在学习溜冰的时候有没有跌倒过？有。那么你会骑脚踏车的同学，请问一下，在学习脚踏车的时候有没有跌倒过？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后面有两个小轮胎，怎么晃都不会倒啊。啊，那么你会走路的，会吃饭喝水的，我问一下，走路这么多年了，吃饭这么多年了，已经这么容易的事情，我想请问你，有没有一个不小心跌倒？有。有没有一个不小心喝水呛到？有。那么想请问一下各位，世界上哪一件事情没有挫折？没有。想一下吧。睡觉，很多人失眠的，知道？现在失眠的越来越多了。还有什么？上厕所。好，33，那你就错了，有便秘的，糟糕了。同学说：“老师，那个呼吸很简单啊，没有挫折吧？”你错了，感冒、鼻窦炎的呼吸很辛苦呗。没有挫折吧？自杀，这一件事情是最难的，真的。在10年前，台湾有一则新闻。有一个女孩子从12楼跳下来，选择12楼表示什么呢？心意已决，非死不可，不然就选2楼就好了嘛，有没有？后悔还有机会救回来的啊！选12楼一定就是要死了。结果她跳下来的时候没死，她跳下来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卖烧肉粽的推着摊贩走过去，她压到那个烧肉粽的，那个烧肉粽被她压死了，她没死。你也容易哦，你看那个新闻。也有很多那个什么新闻报道上面写某某人有没有什么服毒自杀干嘛的，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医护人员极力抢救，结果他被救醒的时候，你看他一脸无辜的表情，有没有？干嘛救我？有没有啊？所以我告诉你，自杀还不容易呢啊。那么呢，其实很简单啊，我说了嘛，就简单一个，你想想看，连走路这么容易的事都会跌倒，连吃饭喝水这么容易的事都会怎么样？不小心呛到噎到。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程度的挫折，所以我们对挫折要有正确的观念，而挫折是成功的一部分。如果说你要获得成功，你就必须怎么样？拨开挫折，成功才是你的，因为成功总是躲在挫折的背后。你必须要拨开这个挫折才能够获得成功，而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就是快成功了才会遇到挫折嘛，对吧？你只要突破挫折，成功就是你的了，所以你遇到挫折你当然很高兴了。如果你遇到更大的挫折，你要更高兴。你会说，老师你怎么那么贱，遇到更大的挫折还要更高兴？不是我贱，是因为挫折越大成就越大。不相信随便举个例子，请问一下，这个全国的第一学府是哪一家？北大还是清华？清华。清华，我就用清华来讲好了啊。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不是很多人都想挤进清华？对不对？所以能够挤得进去的，是不是书都比较会读一点？对吧？啊，要干掉那么多人，挤进去不容易呢。那么我想问一下各位哈，如果要成为清华的榜首，有没有难度？有。有啊，榜首什么？第一名知道吗？难度大了。你要干掉这么多会读书的同学，让自己变第一名呢？这个难度很大。我有两个方法提供给你，成为清华的榜首。你要仔细的听了，很多你们的学长上完这堂课后悔了，老师，你看我这把年纪怎么上清华？你都不早一点，你跟我讲了没有？还有机会，你要仔细的听哈。两个方法，成为清华的榜首。第一个，在学校校区的水塔下泻药。让同学喝了水肚子痛，不能参加考试，你去考就第一名了啊！我随便讲的，你不要太认真的啊！开玩笑的啦，不要像上次有一次小六的小学6年级上我的课，下一课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考第一名，他回答我老师我等第一名肚子痛啊！我说你胡说什么等第一名肚子痛，乱说的啊！我要讲的是第二个啦，就是你参加超能力的培训，
用学过的方法认真读书，成为进化的大手。我想问一下，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如果被你完成了，这一辈子会不会忘记？不会，绝对不会。等你的儿子出来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儿子说：“儿子啊，你老爸是当年清华的榜首哦，你要认真的读书，起码考上哪一所大学才可以。”交代一下儿子，儿子的儿子就是孙子，出来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孙子说：“孙子啊，你的爷爷是当年清华的榜首，你要认真的读书哦。”交代一下孙子，当你快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还不忘了交代孙子：“孙子啊，你一定要跟你的儿子说，他的祖父是当年清华的榜首，一定要他认真的读书哦。”讲完就挂了，走了，对吧？所以在座的想想看，这么困难挫折啊，这么困难度那么大的事情哦，被你完成了，是不是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本来要走了，还交代一下后代要记得认真读书，有没有？所以挫折越大，成就越大。所以我们对挫折要有正确的观念。有很多人对挫折并不了解，认为挫折就是怎么样，意味着我不适合。像算数学，算了两次没算出来，算了三次还没算出来，我不太适合学数学，有没有？啊、哦，那么记英语单词记了30个，结果呢只写了20个出来，好，少了1/3，我不太适合学英语，有没有？错了，其实挫折是成功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对挫折有正确的观念。当我们对挫折有正确的观念以后，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付出行动之前，你应该仔细的好好的想一想，我做好这一件事对我的未来，对我的个人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好处。当你发现原来我做好这一件事对我有这么多的好处跟帮助，再加上我们对挫折有正确的观念，这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勇往直前，直到成功。所以呢，强烈的动机很重要的啊。第一个，强烈的动机；第二个，集中注意力。哇，这也太重要了。我常说啊，一个班级那么多学生，有些学生学得好，有些学生学得差强人意，那么绝对不是因为老师偏心，只跟那个学得好的多讲一点，有没有？不是，也不是那个学得不好的他比较笨，都不是。我认为根据我的经验，一个班级里头学的差强人意的，都是因为在课堂当中特别容易走神。老师讲了那么多内容，100%内容，他只听了50%，那么是不是回家还得再补那50%？所以如果说你的注意力没有集中，那么你就会事倍功半。如果你集中注意力，就会事半功倍，就是这样啊。你在学校老师讲了那么多，结果你只听了一半。那回家只好再利用休息时间再怎么样再补那一半嘛，是不是学习就吃力了？可能你补那一半的时候你还是走神，又得再花时间再补，就变成什么事倍功半了。所以我们要集中注意力啊。那么当然我们所提供的图像式的记忆方法就在帮各位怎么样大量的集中注意力耶，因为你有一个具体的图像在做记忆的目标，是不是我们就帮各位已经集中了注意力，有没有？不像我们很多同学朋友，他读书的时候旁边不能有人讲话，不知道你们遇过这种同学，他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然后你在旁边讲话，他读一读就跟你讲，哎，安静一点好不好，你那么大声我怎么念书啊，安静一点啊，就开始念了，有没有？因为他用声音在读书很容易受干扰，对吧？那么但是呢，我们用各位啊，我们用这个图像式的方式在做记忆，你在那个百货公司，在大卖场，在火车站照记不误。为什么？我们是产生图像，不会受影响。所以你学的这个方法已经大量的帮你集中注意力。那么学习要集中注意力，请问人生要不要集中注意力？我讲的人生是人的一生呢，不是韩国的人生呢，不要肚子饿得那么快呢。我先了解一下，你希望将来过得更好的，请举手。太慢的，请放下。希望将来过得更好的，请举手。请放下。好，确定要过得更好，跟各位分享如何让自己在未来过得更好。科学家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成功跟失败只有在大脑里头距离0.02英寸。零点零二英寸，如果你有尺的，你拿尺来量；没有尺的，我教你，很简单，理解我，就是你的原子笔的笔尖，笔尖哦，不是笔头哦，笔头可大了，我讲的是笔尖哦，0.02英寸啊、哦。成功跟失败在大脑里头只有距离0.02英寸，
非常非常的靠近。而成功跟失败对我们的大脑而言只是一种感觉，感觉知道吧？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你做好一件事非常成功，你做好这一件事很成功，因此得到了10万块的奖金酬劳，请问你这10万块是谁在享受？谁？身体嘛，是不是身体？你拿那个10万块买那个劳力士手表啊，所以戴在手上手好重哦，有没有？然后拿那个10万块去买好看的衣服穿啊，拿那个10万块去买那个1公斤的黄金项链啊，有没有？戴在脖子上，有没有？拿那个10万块去吃牛排大餐啊，海鲜大餐啊，都是谁在享受？身体在享受。大脑有没有吃到？没有。他享受什么？他享受那个成就感，会爽一辈子。我刚才讲过了，有没有？然后考上新闻的帮着爽一辈子。所以成功跟失败在大脑里头只是一种感觉。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失败的人，只有还没有成功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误解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一生下来就是失败的案例。我说你胡说八道啊！世界上没有失败的人，只有还没有成功的人。而成功跟失败在大脑里头距离0.02英寸，积极跟消极也距离0.02英寸，快乐跟悲伤也距离0.02英寸。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这0.02英寸之间做决定，就是因为它实在太靠近了。如果你再不懂得集中注意力，那么你通常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例如你想要很积极的时候，你却变得很沮丧，提不起劲；你想要很快乐的时候，你偏偏闷闷不乐，还会得忧郁症；你想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偏偏走神很厉害，胡思乱想；你想要考100分的时候，偏偏带着大鸭蛋回家，有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跟你要的刚好干嘛？相反。当一个人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怎么样？自叹自己命运不如别人。错了，跟你的命运完全没有关系，只跟你的注意力在哪里有关系。简单举个例子，有一个人要去上班，他站在他们家门口就打算呢要去公司上班了，就站在家门口几秒钟，因为昨天下过雨，前面有个洞积水，然后有个骑摩托车就从那边冲过去，结果那个摩托车撞到洞，然后就把那个水怎么样溅上来，他就被泼湿了。通常泼湿有两个结果，我先讲第一个。第一种人的情况，通常第一种的情况就是他被泼湿了以后就会破口大骂，对吧？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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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有没有？因为不可以骂出来，太破坏我的气质了，所以我只好打擦擦，有没有？骂到那一个人看不到背影了，你才喘下气，都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听到你骂他。为什么？因为他戴的是全罩式的安全帽，遮住耳朵，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你在骂他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当你在骂别人的时候，请问你谁听得最清楚？对，自己听得最清楚。我想问你，当你骂完别人的时候心情会不会很好？不会。绝对不会。不相信的话，等一下你下了课到洗手间对着马桶骂看看，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你会发现你骂完马桶自己的心情特别恶劣，有没有？因为骂人的话语当中不知不觉的把你的注意力调整到哪里不好的地方，结果你就开始想，我怎么那么倒霉，站在门口几秒钟就被泼湿了，怎么办呢？今天是我倒霉的日子，我今天一定会发生不幸的事呢，这怎么办呢？就满脑子倒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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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于是你就带着苦瓜脸去上班，同事看到你一身湿湿的，但是你的脸色真的太难看了，一副苦瓜脸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结果没人敢靠近，躲得远远的。你怎么想？这些同事都不是人，平常对你们那么好，今天我湿湿的落难了，现在没人来关心我，一句慰问也没有，你们给我记住，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当好朋友，有没有？结果你的领导来了，领导看到你湿湿的，但是一脸苦瓜脸，像是卖苦瓜的大盘商。领导怎么想？你领导我领导，你这个颜色给我看啊，你上班我上班，我怕你啊，把那么多工作给你一个人做，做到死好了啦，有没有？就验证了什么？倒霉，连领导都不是人。我那么辛苦的为公司打拼，今天失事了也没有来关心我，还丢一堆工作给我做，给我记住，我要离开这家烂公司，有没有？我想问一下，你从这一刻开始会不会有好事情发生？不会，不要跟他学，建议你跟第二种人学，就是我这一种。我呢站在门口
也是要去上班几秒钟。昨天晚上下过雨，前面有个洞积水，那台摩托车又冲过来了，撞了洞，那个水泼上来，泼的比刚才那个人更湿呢，我们就整身被泼湿湿的了。当我一被泼到的时候，我立刻想到，遇水则发，没听过吗？遇水见财，遇水发财，总该有听过吧？当我被泼到的时候，我就太棒了，今天一定是我幸运的一天。哎呀，我一定要找机会去买什么彩票。于是我就带着中奖的心情去上班，很开心，有没有？结果一到公司，同事看到我湿湿的，可是我一直在笑，和蔼可亲，面带微笑。他就赶来靠近我，问我：“哎，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一到来就湿湿的？”我就把早上的事情讲一遍。讲完了以后，同事就说：“啊，真的哦，那你没有拦住那台骑摩托车的，那么可恶。”我说：“有，我想拦住他，但是我想告诉他不要骑那么快，很容易摔倒的。”你看我的心肠多好，同事看到我湿湿的，就跟我说：“这样吧，你不方便，我帮你买早餐好了啦。”哇，好棒哦！以前都是我跑腿买早餐，现在人家帮我买呢，多好。结果呢，我要掏钱给他，因为身体湿湿的，钱粘住了，掏很久还没掏出来。他看我掏那么久，哎，这样不用拿了，不用拿了。你今天落难，我请你吃早餐好了啦。哇，免费吃到一顿早餐呢、啊。结果吃完早餐以后，领导就来了。看到我湿湿的，但是我面带微笑，他就赶来靠近我关心：“你怎么一大早你就湿湿的？”我就把早上的事再讲一遍。讲完了以后，领导就说：“这样哦，那你没有换干净的衣服再来上班，万一感冒了就划不来啊。”我就跟他回答说：“我有这么想，但是我怕影响工作，所以我现在上班比较重要。”领导一听，这么尽职的员工，啊，这样吧，今天落难不方便，这样把这些工作给别人做好了啦，哈，你休息一下，多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一件事情的好跟不好由谁来决定？由自己来决定。而且我要告诉你，要被水泼到那是非常困难的，真的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什么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你看多难，天时要下过雨才行。哎呀，你看到了夏天有时候热得要命呢，都不下雨，有没有？地利就更难了，要有个洞积水。你要知道现在马路要找洞也不太容易啊，现在一有洞就被打电话投诉，那个工程队都过来把它填平，还比以前高，你知道吧？要积水不太容易啊。第三个最难的、啊、什么？人和那个人骑摩托车的哦，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冲过来耶。哎，你有没有想过他万一撞到洞摔倒摔死了怎么办？所以如果你没有具备这三个条件，你怎么可能被水泼到？难道这不是好运来的吗？当你被水泼到的时候，你一定要赶紧去干嘛？买彩票。对，要跟各位分享，台湾在八九年前发行彩票，我们叫乐透。哎，我印象很深刻呢。哎呀，好像全部的人都不上班去排队买彩票哎。然后我呢，常常这个开车去上课啊，我一经过那个卖彩票的门口，把我吓一跳。为什么？我那个彩票。那卖彩票的门口堵着一堆人哦，排队排得跟龙一样，哎，龙跟蛇会不会分？蛇走路、哦、不是蛇不走，蛇前进是这样的，幅度不太大，有没有？龙呢？冲！一群人堵在洞口买彩票，我开车一经过一看，全部都不会中奖，为什么？因为他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的，拿了一点钱在排队，好像没有中，老小要饿死了，怎么办？等一下没有中，我要吃方便面，有没有？那是中奖的表情啊！如果有财神爷刚好尾随我的汽车跟过来，一看，哎呦，全部都是衰神，快闪，有没有？啊，他没有附身，你怎么买到头奖？所以这个不会中奖。我教你怎么中奖，这十三年来已经帮助很多人中头奖。真的，不过我先问一下，我怕你担心钱太多你会不高兴嘛。我先问一下，想中头奖举手，请放下。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我说的是真的，我只要说有关于讲钱的哈，昨天局长会笑。我说要考第一名的举举手。哎，奇怪耶，考第一名就愁眉苦脸呢。在座的同学，请问你班上的第一名是这个表情吗？不是，第一名是什么表情？那个表情，那个眼睛哦，长在头顶上，走路是这样走的，有没有？那个衣服哦，还有装电风扇呢，会飘，哇，好神奇哦！因为他第一名啊，很了不起，有没有？所以在座的同学，如果考第一名，那么愁眉苦脸，不要考了啊！所以要改变一下，知道吧？不要再愁眉苦脸了哈。
所以呢，教各位如何中头奖，这是真心的啊。不过我先问一下，中头奖都多少钱呢、啊？头奖多少钱？500万。跟着我做，结束马上买奖，买头奖。中了记住补5%给我啊，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啊。等一下有机会公布我的私人账户哈、啊。那么呢，500万，你先想象一下，如果你中了500万，那是什么心情？开心嘛，是不是很高兴？对不对？想象一下，你中500万把钱领回来咯，哇，一堆钱在你手上，你什么表情？是不是很开心？是。所以如果你要中头奖，请你先在家大笑3个月，差不多那个表情，这个表情都可以了。为了保险一点，最好先笑6个月，有没有？一直笑，一直笑，笑到刹车刹不住了，有没有？无时无刻都在笑。这个时候，请你赶快去排队，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对对对，一直笑，一直笑。哎，好像来领500万的呢，有没有？一直笑，每个人都愁眉苦脸。这时候刚好，财神也不小心一经过，一看，全部都愁眉苦脸，就你一个人在笑，就是你，噔，有没有？一附身就买到那个头奖了，有没有？等一下记得拨5%给我啊，不要忘了啊。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一件事情好的结果，我们要不要先具备这个好结果的心情？要。不要用消极的心态想要获得积极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所有好的一切都会建立在积极的基础上。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你得到什么好的结果，我们就先具备这个好结果的心情啊。所以不要用消极的心态想要获得积极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的品质就是注意力的品质。你要不断地训练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好的地方，你会发现有很多好的事情就靠拢你而来了。哎呀，全世界最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说你的注意力老是摆在不好的地方，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很笨，自己学什么都记不住，哎呀，我太糟糕了，有没有啊？那么当然，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会集中你而来。所以注意力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跟各位分享，要集中注意力啊，让我们的同学在未来会越过越好。选择第二，集中注意力；第三，有效的连结。对吧？怎么？还是那么一点点，没有因为时间而遗忘。为什么？同学可能会说，老师该忘的都差不多忘了，没什么东西可以忘了，所以剩下那一点点啊。其实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一点点啊，是因为你在课堂当中老师说了一些内容，深深的感动你，触动你，你所得到理解跟智慧的结晶，这个内容是不会因为时间而怎么样遗忘，懂不懂？但是我们学习不能够老是只剩那一点点，那不行的。我们还是要保持大部分的才对。所以科学家找到人类记忆衰退的6个时间带，证明啊，我们呢在这6个时间带，如果去复习资料，就可以把遗忘的怎么样补齐，成为水平永久性的记忆。哪6次呢？提供给各位。第1次，在你学习结束之后的第1个小时；第2次，在你学习结束之后的第1天。第3次在第1周，第4次在第1个月，第5次在第3个月，第6次在第6个月。透过这6次的复习，我们的资料将成为永久性的记忆。所以各位想想看，学校的考试，什么周考、段考、期末考、毕业考，都跟这个时间带有关系啊，就在帮我们做什么？做复习。但是同学都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考试，所以我们复习效果不太好。那么你现在掌握这个好的方法，在运用这个复习的时间带，你的资料就会成为永久性的记忆。记住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是学习结束之后，讲清楚啊。也就是说，同学会担心，老师，那我第一堂课上完，我还没复习，第二堂课又来了，第二堂课还没上完，我第三堂课又来了，那怎么办？其实是在你整天学习完以后，只去回忆浏览你学的内容，懂不懂？啊、哦，所以我讲的是学习结束之后哦，对，我今天上课结束了一整天，回到家，哎，我就找个时间怎么样回忆一下我今天所学的，这样懂了哈。然后完了以后呢，下一周再回忆我今天所学的，就是1周啊，一天啊，1个小时一天，然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讲清楚哈。那么当然你不用担心了、哦，老师啊，有时候你们有小学生啊，老师，既然你这么讲，我这次不能够参加大考，我说为什么？因为没有6个月啊，只剩3个月我就大考了呢。
那我们今天就不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里就过一个月以前有什么一周一天一个小时，这是你要复习的，懂不懂啊？所以你不是说我一定要六个月才能够记得住，而是我们在记忆的过程当中，这六个时间带是记忆遗忘比较多的时候，这样懂不懂？所以你在这时候加强就可以了。这是第五、第六，丰富的情感。啊，讲到这里，有一次我上课，啊，上洗手间在走廊，遇到你们的学长跟学姐两个，遇到同好，干嘛？他们两个人都喜欢看小说，他们就聊起他们看的一部金庸的武侠小说。哦，他们很厉害呢，他们就聊起那个男主角怎么了，女主角怎么了，男主角跟女主角怎么了，又怎么了，又怎么了。我说的可仔细了呢，好像那个小说他写的一样。那么厚的小说记得那么清楚，问他语文课文第八课是什么？不知道，对不对？那么厚的小说记得住，那么薄的课本记不住。其实不是记不住，是因为你在读小说的时候投入了自己的什么感情，你的印象就很深刻了。而你在读课文的时候，你都死记硬背，难怪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呢，我们的课文内容有没有它的情感？有。所以你在读书的时候要加上你的什么丰富的情感，那么你就会提高你的学习效率了。所以这是第六，丰富的情感。第七，鲜明的图像。哎，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啊。我们从昨天的学习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图像记忆的威力了，所以我就不用多说。那么以上这些内容，假设是你的老师他把他的专业交给各位了，当然各位要用我们所学的方法来记。接下来我们来套用我们学的方法来记，你会发现一两分钟就记住了。我们来用联想法来练习哈，联想法。高效率的学习方法，我们可以想象什么？楼梯，步步高升，有没有？是不是高效率？啊，当然啦、啊，为了保险起见，还是画一个箭头，比较安全一点。万一没有画箭头，你向下怎么办？如果向下，那代表什么？每况愈下，知道吗？看我肚子的墨水就是不太一样，随便拿一个词抖抖用用啊，都好。那么呢，来想象一个楼梯向上啊，楼还有一个箭头，就是怎么样？高效率嘛，步步高升。然后呢，读书有没有一本书啊？上面呢，哎，长了一颗，读书可以让我们长智慧，所以上面长了一颗智慧树。这本书一定没有的啦，没有的话我介绍一下，智慧树就是树上掉了一颗人头，有没有啊？智慧树啊，那么呢啊，那么高效率楼梯有没有箭头步步高升嘛？高效率的一本书啊，学习方法。如果说你怕这个方法漏掉了怎么办？加强图片不用怕，你可以想象上面掉了一颗很大颗的方糖。方糖上面长头发，就方法，对吧？你怕哪个漏掉就加强哪个就行了，不用怕哈。有七点，第一个，强烈的动机。那么动机的机，让我们想到什么？吃了什么？鸡。鸡会不会飞？会。不会啦，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走路哈。如果说跟小鸟一样一直在天上飞，那怎么办？它要强烈的拍打它的翅膀，才飞得上去嘛。所以我们想象一只鸡，强烈的拍打它的翅膀。在天上飞，有没有？鸡要画得像是有秘诀，我昨天教过了，一定要加鸡冠。再怎么不像的鸡，马上都变鸡。你看多么像鸡，你看加了鸡冠就变鸡了啊！那么呢，你想象一只啊，强烈拍打翅膀在天上飞，有没有在动啊？这代表什么？强烈的动机，有没有在动的一只鸡嘛啊？第二。集中注意力，我们集中注意力想什么？射弓箭，对准红心，有没有？是不是集中注意力啊？所以你想象这只鸡抓了一个弓箭，有没有？然后对准了大脑，集中注意力啊。第二是集中注意力，第三有效的连结，结让我想到什么？蝴蝶结的结，连呢连在一起，所以你想象一个蝴蝶结绑在这个弓箭上，连在一块了，有没有？有效的连结绑得很紧嘛，啊，绑在这个弓箭上。第四，多重的线索，多重的线索让我们想到了吊床，因为吊床是不是有很多细线，有没有锁在一块的啊？多重的什么线索锁在一块啊？吊床啊。
第五，适度的重复。适度的适让我想到一二三四的四，有没有重复呢？棉被覆盖在一起，所以我们想象四个棉被叠在一起，适度的重复。如果说这个适度的重复，你有可能把它记成适当的重复，表示你要加强哪一个字？度。度，那你会用什么图？温度计。哎，对，温度计，你可以想象一个温度计插在上面，怕哪一个字错就加强哪一个字，不用怕，有没有？这样是不会搞错了。适度嘛，有一个温度计哈，适度的重复。第六，丰富的情感，有没有？啊、哦，那么我们想象什么？人头，这个棉被上面有很多的人头，喜怒哀乐的表情，有在笑的，有在生气的。有在哭的掉眼泪的，有没有丰富的情感啊？第七，鲜明的图像。图像是用什么看的？眼睛。所以你想象有一个很大的眼睛在这里，眼睛要画得像也是有秘诀的，就是要加眼睫毛，不然不会是眼睛，知道吧？啊，如果说这个鲜明的图像，这个图像你怕漏掉了怎么办？不要紧，加强。你可以想象这个眼睛里头有一头大象，有没有？是不是鲜明的图像？好，我们很快的把那么多的资料联想出一幅联想的画面。那么当我讲完的时候，你就记住了。不相信，我们来试试看啊！来，这个题目是什么？高效率的学习方法，总共有七点。第一个。强烈的动机，对吧？第二个，弓箭，集中注意，集中注意，对不对？第三，这个结，第四，这个吊床，多重的线索。第五，这个棉被呢，适度的重复嘛。第六，喜怒哀乐表情，丰富的情感。第七，鲜明的图像，有没有？一张图就记住那么多的资料，哎，当然是记住这张图最轻松了。那么当然，老师要强调，你呢不要只有把你要记的资料转换成图，哎，这还不对，你要把老师在课堂上所讲解的那个感受啊，跟这个图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因为老师一定会讲解这是什么意思嘛，你一定会有感受嘛，所以你就把它怎么样？哎，跟它结合在一起，你的印象会更深刻哈。那么同样的，这个是联想法，你也可以用什么？锁链法来记，你只要把头加在这里，眼睛加在这里，穿在一起就是锁链法。如果老师会考你啊，高效率的学习方法，第三个方法是什么？考你抽顺序，表示你用什么法？标签法，或者是位置法。标签法就是把鸡有没有跟那个什么大树，弓箭射到鸭子，这就是标签法。位置法就是把鸡弄到脚底下踩，弓箭射到你的膝盖，有没有？这两个方法都可以用。所以呢，老师所提供的方法都可以用，最主要是要看你对这个资料的需求。如果不需要抽顺序，其实锁链法、联想法真的非常方便。如果要抽顺序，就用位置法或标签法都可以啊，那么非常的好用。来，翻到第十四页，也把它复习一下，写一下，加深你的印象，请开始。
好了吧？来，我们呢再两分钟的时间，让各位再来记一个四十个腹，让各位增加更多肚子的墨水，再来下课休息，这样会更好。好，你练习好了就看我这里。好，我已经画好了，等各位的，好了吧？再两分钟，让各位记一下四十个腹，让各位等一下下课更开心一点。好，我们先看这里。好，不要乱猜哈，我自己来讲解，万一你猜错了，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啊，所以不要乱猜哈。这个是云，天上的云。这个是保龄球，昨天认识的好朋友。这个是漏斗，漏有那个漏斗的啊。这是一个屋子，这是一个小孩，旁边一坨看不清楚的是猫，因为我知道画不像，我画一坨，知道吗？啊，这个是一个漏斗，然后这个留下来是江水，这个断掉，这个是什么？如意，玉如意，那个如意知道吧？绿色的啊，代表什么呢？讲解一下啊，这个图片啊，代表天下才十斗，所有的都在云底下，我们用云代表天下，保龄球代表十，对不对？漏斗嘛，哈，天下才十斗，这一个图，子运独居九，子就是小孩，九只猫独居在屋子里，有没有？子运独居九，一个漏斗，一斗，江郎得，有没有？一个漏斗，江水流下来得到了嘛？啊，一斗江郎得，如意断掉了，就是代表如今已没有，所以代表怀才不遇。简单的说明一下，他说天下的才华分为十斗。子玉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为什么要用小孩子嘛？孩子啊，子玉是一个人的名字。子玉这个人呢，他独占了九斗，算很有才华了。但他那么有才华，并没有受到人家的重用，反而人家一斗就是人家只有一个才华，就受人家重用了。江南德有没有受重用了哈？他那么多才华没有受重用，所以如今已没有，就什么都没有，就代表什么？怀才不遇。我讲完就记住了。擦掉，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啊，这是什么？天下才十斗，再来，子运独居九，这个一斗江郎得，对吧？这个如今已没有，看，马上就记住了哈，非常的方便的，这是什么？联想法啊。那么呢，当然呢。好，这个是用联想法，我会建议各位你在记诗词歌赋的时候，你可以先体会了解那个词的含义，再用那个含义找适当的画面，因为所有的诗词歌赋都是有意境的，很容易找到图片，有没有？所以你先了解它以后再找图片就特别好用啊。你要用锁链法、联想法都可以的，那么这个是用联想法啊。那么当然呢，各位记住以后，哎，你要会用哦啊。以后如果在工作上跟你的领导起了争执，不要正面跟他吵起来，他没面子，很容易就把你开除，知道吧？你呢，给他点面子，在旁边边走边念这个诗词歌赋：天下才十斗，子运独居九，有没有啊？如果他肚子有墨水，我估计他应该体会你的心情哈。那么呢，这个是我们句子的练习。那么讲到。与生俱来的超级大脑，去探索更多宽广的世界。